哎，莫林，这些屋子啊，坐北向南诶，准准向南。你看那边还有可以停四辆车的，四个大包哎，很大的这个大包。哦，这间屋子很特别，24宽，长45，到后面很少有啊这种房子的屋子。看一下。哎，这个设计很特别，外面空间还这样大。就是我们一看厨房，哇，这个厨房这样大。这边有一个 S 型的大厨房，哎，算是四厨房吧，外面是干厨房。来，我们上去看一下房间。哇，三到一楼还有这样宽敞的小客厅。这小孩房很可爱耶，还有榻榻米。哎，这房的厕所是相通的嘞。哇，这个一楼主人房还蛮大的，有自己的 wardrobe， 自己的私人厕所，还这样大的 balcony。啊，原来上面还有一层二楼还有更大的 master bedroom 哎。点击以下链接，联系我了解更多详情。